舞蹈班跳起来，婆婆妈妈、姐姐妹妹一起来。这是云林宝庄里的舞蹈班，每个星期两个晚上开课，要李明走出来，不要窝在家里滑手机。跆拳道是礼拜三晚上都自由参加，非常欢迎我们的李明一起来运动，不要滑手机，活动活动身体更健康。要是想唱歌也行，拿起麦克风点唱自己的主题曲，让心情放轻松。凝聚的力量哦，大家村庄在合情，和乐和情的。团康活动把大家聚在一起，不止如此，社区还有义剪，里长每隔一段时间看看大家有需要剪头发了，就 call out 美发师。热心的美发师秉持传道精神，也在日照中心服务。义剪的时候，听着老人家说自己的故事。我妈家就那听因嘿，过去一生当中很劳苦。里内长青食堂提供200位长者午餐，一个月300元，一天供应一餐。老人家周一到周五到食堂一起吃饭，说说笑笑，有缺席就会到府拜访。中秋节还加了月饼当点心。食堂不但喂饱了肚子，社区团康唱唱跳跳，让李明创造健康欢乐时光。TBS 新闻张崇敏、吴淑平云林报道。长者是宝，需要陪伴与照顾。一人一点力，爱就大无限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